这里是新西兰的中部，但却远离新西兰的中部。这里是科学中心、教育中心、创新中心，这里是一切惊喜的中心。这里是全世界精英的汇聚地，思想的交融地。这里是商业、运输、物流网络的集散地，这里繁华喧嚣，拥有你所期待的一切。人们在这里聚会、交谈、碰撞思想，发掘新的观点。市中心广场周围生活气息浓郁，人头攒动，但却车流畅通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在享受城市便利的同时，充分感受优美的田园和自然风光。这里是北帕默斯顿，我们期待您的加入。